嘞。好了，我们要开始。哦，没了，刹车刹车。哦，那边有宝箱哎，捡一下。啊，宝箱だよ。よし、行くか。ラジャー。那个闪鬼的车还真的是难开啊，受不了。哦，哎，这个下交流道，下雾谷交流道就出国了。好了，现在我们要前往那个灵窟啊，希望可以进得去。刚一不让我进去啊，真的很奇妙。他一直说我很忙，可是我记得在水灵窟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哎，这个我们应该是不是应该去处理别的事情？”然后就进去了，莫名其妙。那快到了，有我们那个煞，对我们学那个会长的痛车的速度就快了许多啊。什么？你说会不会？你说主角会不会骑机车吗？那个他应该在夏威夷学会的。什么在夏威夷学？是柯南吗？神威臂。耶，终于到了！拜托让我进去，我只是想看个剧情的。耶，终于到了，停车。最后一记是。现在没有时间进去了，哇操嘞！看名就很闲。好了，这个地灵窟我看是永远没办法进去了。Never。地灵窟，你灵窟。好了，跟灵窟说再见，我可能破关之前都没办法看到他。啊，灵窟啊！进去，好了，没关系。我刚看到有一只魔兽，所以举例一下，顺便来试试看，我们叫那个瓦尼妈出来，就是瓦尼妈尔这边，这个哦，左转左转。之前错过了，之前就是想说，哇，怪虫，哦，这么大只。这一看就是会喷毒的啊，哎，算了，这个正面来。テゴワイザ、気をつけろ。哇！マイ。哎，试试看。可是我们那个勇气点数还没有满呢，所以叫机神其实，那算叫叫看好了。哦，阿鲁吉，好啦，现在主角又变牛逼一派了。哦，那样呢？脱离战斗是吗？脱离战斗，你这讲出来？哦，烧毁。哇，一滴。一滴，零滴。好，很好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好，你们不要再打了，好痒啊。嫩，好了。哦，脱离战斗是指那个瓦尼妈自己撤退。哦，来自深渊的抓痒，受不了。
哈，哎，好啦，我觉得直接开大好了，不用那么麻烦。王虫是你，要从风之谷跑出来的。不嘞，受不了。打猪？真的吗？不要吧。识破弱点阿法，哇，这感觉不错哎。这瓦你妈真的，虽然他不能用那种，阳光剑那些水，但是很坦，真的很坦。啊，终究不是我们的对手啊，这当然没问题啊。辛苦了小英，啊，征服开100次有奖杯啊，真的。哦，好。啊，这个机神真的太扯了！啊，要我们快回去，这当然没问题。快，顾会长在呼唤我。啊，这个不知道会长要干什么，所以一探究竟。这好像是一代的既视感哎，就是被学生会叫来叫去的，跑腿。这是15寸的大萤幕，不对，50寸，这是红海的大电视吗？那个富士康代工的那个？哦，原来是亚利沙公司哦，失敬失敬。君の母上の居場所なんだが、
少々面倒な場所に軟禁されてしまっていてね、なんとか助け出せないか策を講じているところさ。まあそれも私に任せて。やれやれ、親父殿め、もう嗅ぎつけたのか。すまない、また連絡する。声が聞けてよかった。こちらは気にしないでくれ。哦，那个主线任务又来了，这次是要去拯救我们的安杰丽卡学姐，还有亚丽莎的老木，也就是那个卢雷公司的那个社长。岳母大人，放心，对，儿子办事一切放心的。我们先找皇女还去。我觉得雪人会出现，怎么可能？可是。东北方离西方很远，这个几率很小。好啦，这边应该没什么话可以说的。那任务回了吗？好像没有，看一下。我记得我好像不行回了。啊，学生忘了找，居居。呀，林君，君たちの活躍話してみたまえ。さすがにやるね。次も期待しているよ。啊，学生忘了找。演习场，哦，对，东凯尔德街道。东托利斯，哇，大家都很分散。那去东凯尔迪街道好了，我不确定现在能不能去欸，因为，这个应该是可以晚点去啊，因为他人不会跑掉。看一下，哦，对对对，还可以移动，不错，不错不错。还可以移动欸，太棒了。亚历山的母亲被软禁在卢雷啦，就是他们公司的所在位置，也就是亚历山的故乡。软禁。哦，没关系，孝顺的儿子要去救人啦，没有儿子，是一个女婿。よし、行くか。哦，我居然忘了拿宝箱。刹不住。強そうだね。でも面白さ。行くぞ。さあ、一気に行くぞ。やらせて。はい。这边的怪好弱。哦，这里的怪只有48经验呢，有好多。哦，因为这边是游戏的一开始练功的地方，所以那个经验值会差很多。好啦，要找我们的好同学了。因为这一代就是我们要找齐同学，然后可以赚很多 AP 啊。啊，就是找同学变成所谓的支线任务，觉得还蛮有趣的。哎呦，我压死了两只鸡。
欸，快乐宝拉与他的好伙伴。又是要找马，我天哪！哟啊，我不骑马，这有机车不骑，爱地球骑车就对了。讲反了。哎，我记得在西的街道，都走错了。叫宝拉，叫宝拉，名字不错。可惜跟某个泰国女生同名呢。这上面好像有奇妙的东西在。哦，是这里吗？是街道三。哦，太远了。这里有个宝箱漏捡哎，去一下。哎，超过了！啊看，啊就这个烂宝箱。卡住了。啊，游戏有 bug。我搞出来了，我以为有卡车嘞，吓死我！Hello， 今天应该也是要开很晚啊。お宝発見！真的，不要冲动，我只是路过旅人的。哇，你看。我现在那个霸气可以把那种废物怪物吓到屁滚尿流嘞，然后霸王式的霸气，怕了吗？那好的，打他。さあ、発進だ。ラジャー。玩支线可能会吵一点的，那主线任务就不讲话。嘟嘟噜。对，这个。啊，碰到了。始めましょうか。任せなさい。殲滅完了。对啊，那个在休息日的时候，那个飞看到，主角看到飞，想睡觉，就把他带上床了。要讲完啊！试炼宝箱为什么我会错过这个东西？走！哇，你居然错过了那么多！等，他是谁跟谁的？艾略克、马奇乌、雅斯，那算了，没什么好解的啊，马奇雅斯。どこへ行こうか？来考虑要不要解这些支线任务，也蛮多的。よし、行くか。找到马赫号了，在我的西方。碰到了。没有啦，那不算重要剧情。
就今天玩的差不多就是我们从那个降雨推失败，今天就是昨天的剧情就到那个我们上到白银巨船上面，然后带着王女脱逃，然后最后有同伴来救援，就到这边。然后后来就是在那个弘毅就是那艘船上面开作战会议，然后雪伦、托马尔，然后冰之少女还有光之剑将这四位就跑到那个西方去镇压了。哦，还有皇子，对啊，这五个人。五个算顶尖高手，然后剩下莎拉教官留下来。哎，当雷！我刚没有看到他刚说什么。我恨那些学生到处乱跑。哎，他刚说怎么了？马怎么了？刚漏看了。哦，带游戏师哦，那么麻烦。哦，原来如此。游戏师。谢谢提醒啊，果然还是要带那个马术达人，厉害。我记得尤西斯的新 SS 是骑马去攻击，我还没看到。哦，雪又碰到了。敌出現、制圧を開始する。俺の番だな。ここはよし、次に行こう。啊，有了！哎，马赫号出现了，太厉害了！现在我对马好像有点恨意啊，因为我在诺尔德高原的时候，有只马我找了半小时啊，我的耐心不好。哎，他不见了哦，他跑到那个自然公园。难道又要打王吗？哦，进来了。反正坑间的剧情一定会跑进去。哦，还真的跑进去了！我的妈呀！よし、行くか。哎，机车进不去，没有号示牌。欸，这里不能骑机车，好烂啊！这种小怪都不用理了啦。因为等级太低了。危険度大、どうか気をつけて。哎，这个宝箱我居然没有拿，好雷哦！哦，霸气又出现了吗？那他们会吓到哎，也是算小怪了。然后被那个首领又出来说：“哦，怎么又是你？第三次侵略我地盘，你到底想干嘛？”然后又被打趴一次。
哇，好 carry 哦，那个驯服。耶、yeah, ，我们的快乐宝拉可以跟我们一起加入我们的行列。哦，以后可以到街上骑马了，就很多选择，是哟、哦。现在要干什么呀？我心跳没配呀、啊，他造山。哎，我记得这只马是那个，是那个什么？哦，我现在不知道去哪里。我记得东叉叉叉叉有另外一只。哦，我表你在。对对，要这样。看到不舒服的画面，对，开宝箱，因为我人都带齐了。可我记得在那个东托托什么的，对，那个、啊、还有一个伙伴呢。哦，撞到了，我还比较喜欢机车哎、欸。几十可以双人共乘，你要花一万块去买那个旁边那个东西。对啊，双人共乘。撤退失败。不错。双人共乘一万块买旁边那个东西。可是这样子，你玩那个痛贴的时候，图片可以到你的后，你的侧座、啊，还不错，有特色。啊，啊，完全走错路了，没事的东西。然后这宝箱是，哦，找到了，对对对，先去拿宝箱再说。那现在怪物这边的怪物都50级等啊，像是游戏初期的怪，都飞到宝怪头。啊去！哦，差点撞到，撞到浪费时间，用跑的比较快。耶、yeah!哦、我不想打你。今天是神龙教的在一起，哎，我不杀生的。啊哦，我，来来，他是谁？谁跟谁？艾略特哦。我因为我看到爱的时候，我有时候艾玛干。对不起，带错人了。艾略特混账，要浪费我一点时间。感恩错よし、行くか。ラジャー。看这趟旅程真的是前途多舛啊！然后我也训练我们的开车技巧啊，说不定未来的哪一天派得上用场啊。就像在托娃会长兜风。
的技巧就不错。还有啊，这代有很多的代步工具，因为之前的诺尔德高原实在太大了，所以有马很合理，后面就没有载具了，然后就只能用步行的，然后现在有这个东西就比较赶路比较方便，而且那个飞船可以提供我们瞬间移动。哎呦，瓦尼玛的那个精灵之道真的是神，卡住了，卡住了，真的很神啊。可是我有疑问，就是啊，船过去的时候可以船四个人，那回来的时候却是八个人的，怎么会这样子？強敵を発見。警戒を怠るな。我很久没有练他们两个。開始。頑張らないと。僕の番だね。眠って。他们真的睡着了，这么厉害。石化弾、リロード、逃しはしない。ここだ。続けていくよ。哦，这个拿大棒棒的真的不同凡响。哦，却さてと。完了，他们俩不能用那个征服，很可惜。届け、癒しの歌。すまない。助かる。任せてくれ。石化弾、リロード、逃しはしない。哦，这只是抗那个石化。覚悟してもらおう。これで終わりだ。啊，又睡着了。起来，现在也才十点，你怎么还在睡？真的睡着嘞。ご清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没关系，你继续睡，只是起不来。哦，能源弹二哎，感觉变强了。啊，通过了考验，然后可以用那个征服强化。啊，这边告一段落，哦，撞到了。艾略特大绝的逻辑就是那个像珍珠美人鱼啊，唱了歌对手的挂。难怪艾略特的父亲不敢让那个艾略特当音乐家，因为这一拉小提琴就会死，就拿错谱了，拿到那个魔法的战斗舞曲，然后台下人都死光了。よし、これで大丈夫だ。对，珍珠美人鱼，好像是我几年前的，十几年前的东西。那个歌曲都翻成国语的，什么？在黎明的前夕，吹来悠远的旋律，激励。哦，我不会唱了。展翅高飞，我靠，腰卡住了。哎，找错地方了。哎，特殊宝箱哎。Pig 晚点了，这个很恐怖的东西。
你是说那个音乐吗？对，因为我最近还有看过一集啊。好了，哦，必胜头巾，我蛮有印象的，前作有出现过。好，我先回到我的剑上好了，确定同学们的位置，因为我有点健忘症。先确定一下，这同学收集完我们再破主线任务，虽然有点繁杂啦，但反家就是练习场，然后东凯尔德街道的南方哦，北哦是北克鲁行街道，我知道，东托利斯街道这个太熟，我先去找那个刚刚那两位。哦，我刚好像做错事了。我记得在西方，西方的另外一边，东方吧？对啊，这边不能贴网站，因为怕那个。因为之前有一次我实况的时候，有人贴那个 A 片网站，再好，然后有人就点到了，因为那时候我在打 LO， 所以，然后有一次我开那个，就露西恩的那个角色在，测试服上市的时候，那个你就无聊开一下，然后突然人说爆到，我看爆到2000，然后那时候就乱了。哎，不见了，没关系。啊，先找我们的好同学。哎，这个点是什么？对，我蛮好奇的。是妹子吗？哦，是 NPC 哦。さ、発進だ。哎，那个疯狂喵喵。敵発見。他们怎么踢那么痛？我记得他们当初很烂的。俺の番だな。ここは相手をしてられるか。还有三个同学要找，我希望他们是直接加入，不要再让我解那个支线任务，讨厌。哦，我找到了，那个在山坡上。这里的怪哦，还真的在扎营，我的妈呀！斐德烈学长吗？我记得他是之前有接个任务，是要抓那个他们社员有个在偷拍那个女生照片，但是都拍的惟妙惟肖啊，像那个像托娃学姐的照片，真的是绝妙好滋味。好了，又要接任务了，现在去东凯尔德街道去找学姐，有够麻烦。你就不会自己去找吗？这大男人还要人家帮忙，真的是。哦，这有点远。真的，还有任务要做啊。那身为一个搞学运的那个学员领袖，就必须担负起那个保护我们朋友的责任。对对，雷克斯没错。我记得他那个脸上有芝麻的那个痘，雀斑。开宝箱吗？回来再开好了。哇操嘞，这样子也不让我撤退。哇！
把它开一下了，对的。因为虽然这边的东西也不会说很多好，还是说那个，哎、欸，有蓝色宝箱哎、欸，哇，啊，该不会又要我重走了吧？因为我记得可能是飞跟那个谁的吧，才。哇，这到处都是蓝色宝箱哎、欸，尤西斯跟米利亚姆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可以打开、欸。哇哦！手加減無用だ。哇！全力で来い。人喵，怪有点多。嫩。没有，我是想先放贵族号力，然后再。来开个大绝的，84等哦，是当然没问题啊。这个有点不太行。喂，等等，这是什么伤害？哦，血，哦，里血。那你撞到我嘴都歪了。好嘞，枪枪思密达哦，没关系，我们主要的目的，等，不要弄，他暴击了啊，没有抢到那个谁。刚按太慢，没有抢到先机啊！哦吼！哦，对方速度太快，所以刚刚是抢不到的。对，有机会了。又没机会了，为什么他速度那么快？要开外挂吗？这时候要给米利亚姆吃那个、啊、回 CP 的药，然后底下就可以抢他暴击，一举两得。哎，我怎么没有那个加斯？哦，有了，好利加，好吃。我第一次听到他的语音。哟，哎、欸，我吃完了吗？没有加 CP 的东西了，怎么了？哦，有了，最后一个啊！我喂错人了，血 ，God， 是啊，要喂错人。没关系，我们正义还是必胜的。说为什么你乐于分享？有时候有些人要自私才会有成就啊！我希望你是属于后者。啊，降一等难度其实血量的多低一点点，赢了就好。耶、yeah, ，连线。好了，
谢谢大大刚刚提醒我解这个宝箱。好心的。之前任务算繁杂，哦，又忘了整件了，太多宝箱了吧？而且旁边有一只兔子啊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史莱姆，靠腰也碰到了。戦闘開始、頑張らないと。跳跳。俺の番だな。は、リムだ。やり。僕の番だね。哦，给他们两个连线。啊！嫩嫩，我的番だな。哦，我嫩。我的番だな。机车要怎么载入？那个剧情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就可以买了，就自己会有了。要你在那个破到第二部的后半遍的时候，然后没有前半部啦，那个等到那个学长出来的时候就可以了。像是那个机车的痛贴是要用买的，还有它的副座都是用买的。那个痛贴很贵啊，要十个什么？10个 U 物值，我的妈呀！是50米拉的200倍哦，呜，对，有点贵。我现在要找我们的学姐啊，学姐到处乱跑。我觉得是在三看起来没有机会。晚安，再见，有机会再来。那今天也没什么机会可以讲话吧。但我觉得晚上会进入剧情的比较高潮部分，因为我们在上一章的时候，哦，找到了，在上一章的时候，我们一次遇到了像执行者戒烟，然后神速，然后还有两名那个夜兵团的，就是杰诺，还有那个黑人，然后再来是黑兔，然后还有怪盗 B， 以及那个克洛，主角一个打多个啊，超厉害的，而且还看到那个，強そうなのがいる、気をつけないと。看到那个什么，闪不是闪电了，就是光速蒙面侠21的恶魔变目鬼，太厉害了。哇，就又要来这套，我觉得它是原意色的，所以要把飞带过来，那是混账东西哦，还有重跑一次，也是要带飞下来啊。好了，赶快解一解。因为我想看主线任务、啊，今天应该不能破完，太早了。像我早上的时候有把，因为中间有个是温泉的剧情，你只要说你对印象，就你对谁印象深刻，然后那个人女的或男的就会跑出来跟你一起泡汤。那段真的是吓死人。さあ、発信だ。好哦，上一把看，哦，差一点。他不是原意色的吗？哦，原意色，他是什么色？小说色，对不对？我错了，抱歉。又要重跑一次了，不能。谢谢提醒，不然到的时候我就哭了。
信だ。ラジャー！耶，又聪明了。我好像骑这道路已经不知道是几百次了。李恩，不要再钓鱼啦，专心点，专心搞你的学运。さあ、かかってこい。行くぞ。見ろ、肩。はい。哇，我艾玛好像都没玩过哎，而且我把艾玛戴那个隐形眼镜了。哦，没有车祸，大家都很平安。呜，艾玛没有衣服，没有衣服，而且他的那个兔子、那个猫咪装只有法式跟尾巴而已，所以也还好。不是玩困难模式吗？感觉有点难欸。那个幻兽我记得我打的时候很简单，真的。是第一只是在那个劳拉的故事，不是劳拉的故乡吗？对。哦，寻找我。用力。哇，这只怎么那么强？哦，有时候啊，那个当有人欺负你的时候，你就要用全力来对付他。嗨，小朋友，今天叔叔来找你们玩。Hello， 嗨，大家好，哎，哦哦，这个踢得不错，玩得不错，哦，踢600，嗨，耶，啊，你们可以下去领300啦。300块，これで大丈夫だ。ロイ、ダメ。这机神根本是神奇的存在。哦，再见。啊，300块好赚，他就走了。耶，好，新伙伴加入，太棒了。好了，来看看又还有哪两个那个该死的学生，等着我去找。哦，这个加雷利亚，蛮简单的。
东托利斯街道，有点忘记在哪里。好吧，先去等机场好了。不要再让我解支线了，好不好？这直接上船，二话不说，不要再屁话了。找到了，快！就是他们真的是有病欸，就是赶快上船就没事了啦。妹子的话就另当别论。啊，结果是男的，靠！只能找了，对，不能放生任何一个同学啊。No pig， 绝对不要。哎，我忘记他要去哪边打了。啊，在双龙桥，我的妈呀！我恨这些同学，一直要我找那个。欸，好像有点远欸，双龙桥记得搭。Holy shit， 哇哦，打直了。你觉得我会跟你打吗？不会，我要走了，拜拜再见。不要打野猪，那看起来又不是我可以惹的啊。所以直接到双龙桥这块。是这里吗？我知道了。よし、行くか。ラジャー。好想用会长啊！ここなら釣れそうだな。野猪，他的血是24万，一般 BOSS 只有9万，这个不知道100多等吧。我看起来就不会想去打他。晚一点呢，等那个第三章的时候再去敲他好了。好像打死他会掉好东西，我这个 feel。有宝箱。对，盾魔法。对吼。可是我想晚一点去打，现在也不想打。啊，又走那么远，就是一个烂宝箱。さあ、発進だ。真的、你打得赢啊，不强。试炼宝箱是你。真很会躲。四个人的。劳拉、马奇乌斯、马西亚斯、盖乌斯跟莎拉，这个赶快回去。四个人的征服有四个人的征服，这么强！哇，四个人的耶。我看一下，忘记有谁了，有没有人刚刚记得的？有谁啊？我忘了，我记得有莎拉，还有谁？盖乌斯，对，盖乌斯。然后马奇亚斯嘛，对不对？还有谁？快点，还有谁啊？我忘了，救命！教官，对，有教官了。
盖乌斯有了。还有谁？还有谁？忘了。老对老了。还有一个嘞，是马基亚斯吗？哦，谢谢你们。有了有了有了，四个人的征服哎，这解了一爽翻天了。八十四等哦，小 case 啊。哦。他的那个行李是在这边哦，那我要在那边找了。要先解支线任务，也来过去。有了，干臭贴子，走，妹子。哦，这个任务还比较简单呢，太棒了！よし、行くか。ラジャー。没有，因为刚忘记那个。征服任务的角色要谁了？哦，一个失忆啊！我怕过去之后有那个角色不见了。耶、yeah! ！哦，第一次打四人嘞、欸。啊，正义必胜！哦。かかってくるがよい。任せなさい。三日月よ、私に力を。啊，炫那个我的巨马奋波姆，巨法巨马奋波姆，不错，名字很好听。不错，很会取名字，不错。哎、欸、嘿，会 CCP， 不啊，没按到，干啊！没了，没了，没了，没了。行くぞ。哎、没有放回路，看就知道没有很难啊。那如果四个人都打完了，会发生什么事情？四个人会一起征服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第一次打这个，难道又是新系统？さすがは教官、恐れ入る。褒めても何も出ないわよ。ふん。よし、まだまだこれからだ。やっ。哎、欸，那是什么招？猎人之翼，是大招吗？还是小招？是他们。两个可以互用就对了。
哦，李恩在旁边打酱油。さあ、発進だ。好了，剩下看一下有什么。剩下最后一个人了，在东托马什么叉叉的，来找一找。哦，终于要解完了，剩最后一个人了，太棒了。啊、哦，对吧？这我们觉得那个学生真的是神烦，要找这个东西。哦，还有两个人，对不起。哦，对对对，我刚刚忘记交任务了。Sorry， 来，我先找他。忘记了。OK， 好了，好，剩最后一个人了，最后两位同学，东托马叉叉那个是在哪一个啊？哦，找到了，哎，那么远了。委托都做好了吗？做好了，都做好了。哎，对哦，还有一只野猪哎。那先解支线任务，比较快。谢谢提醒。油断するな。一个一个解决比较快。欸，现在可以进去啊，可以啊。なんとか片付。哦，大嘴鸟。よし、これで大丈夫だ。可以啊，可以进去啊。现在都游戏都那么后期了，应该可以进去哎、欸，真的是断背山哎、欸，在一个平野上那边搭帐篷，厉害厉害！这究竟是巧合呢，还是另有阴谋呢？就让我们有船，哦，好多战车，这是倒立车。啊，现在要调查这个地区。
欸，好像只剩一个地方掉下来，最后一个地方。我们终于集结完我们剩下的同学了，虽然应该是还有啦，不过不会那么快，所以。哇，这么多，可以闯进去吗？这边剧情都没有很重要，就是在调查那个往帝都的道路啊，因为帝都离那个就是可能因为他们在软禁那个皇族啊，所以帝都的防御会很坚固。耶，终于把所有人都收集完了。看哦，最后一个是在那个凤翼馆啊，剩最后一个任务了，太棒了。哦，现在要回到幽弥尔去找迪恩的老家。难道要是要试泡温泉？カレージャス発進。哎，又是这两个人呢。凤翼馆。调查温泉不错，团体试。